事书。猎户座，白天时星星在哪里？他们白天和晚上时都在相同的地方。当你白天面对太阳时，太阳的光芒太强烈，让你无法看见其他的星星。小马和卢卡真有精神，我已经想睡觉了。北极星就是小熊座里最亮的那一颗星。卢卡，你有看到北极星吗？猎户座，天秤座，北极星，国际太空站。在地球轨道上，来自世界各国的太空人住在里面，进行大量关于人体水循环、在零重力环境下修理工具等等的科学实验。可以住在太空里，好棒哦！大家围过来，这个荧幕可以看到国际太空站传回来的影像。啊，国际太空站里好像人很少。一般是六名太空人组成的小组，每3至6个月轮流驻站一次。为什么是3至6个月，不能待1年2年吗？为了太空人的身体健康，最好是不要待超过半年。啊，